你给我是遗产物，我疯掉了。老公，你爸爸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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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怕？我怕。我看看什么？看你俩还是看料子？看料子。人看看行不行？可以的，看嘛。可以。哎呦，眼睛挺大啊，这个看着我还挺害怕。这个开春了，这个木纳杨梅皮杨梅山的料子，你看这个春，那见光不死的春是吧，自然光下，而且这边还有色啊，有点选花色的，这是一盖头选欧诺这边啊，这个色可以啊，这边色花啊，选下深色体种，关键这个料子呢，这边你看，哎，刚才说了，又是本春，你看你们两姊妹是春料是真的多啊，对对是的，而且目前来说没见什么纹理，挺可以的，你看剪一个料子有机会博手镯啊，这个料子可以可以，来看看第二个，第二个也是皮壳差不多啊，也是有镯位，来我们压灯看看，这个雾层你看空绿也是可以吧，皮也紧纱也细是吧，这种自然光下，你看这雾层的表现啊，全身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雾层一致，那纱丽一致，那种料子呢内化的空度应该不会太差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是打马坎的啊，半山半水神经已经开窗了，也是肉质细腻，带点蓝底，可以可以啊，牌子问问起了，这个料子嘛就是那它这黄雾显过来的就是这个黄色啊，但这个料子是带蓝底的，你看到吗，来吧听听价钱吧，来你们谁的料子说价，我的料子看一下小美的，哎多少啊，我看了呀，哦你看过了是吗，这个我都说了38万就给你了，38万，对你看他的菜你看，我看了好看对不对，对好看的，但是价不好看，几天不见你就飘了啊，包的料子，哎呀小美呢你看宵夜，你说我没请你吃宵夜吗，没请你吃宵夜，宵夜也请你吃了，你还给我这么高的价，实在一点的价了，漏价漏价了，35吗，八万四，啊？八万。哦，那你还那么八万呀？早就坏了，扔不了了。这个你看，这里开出，这里你看。还要多裂的嘛？是不是？这样子好了，九万。九万扔不了，大哥，九万太低了，不行，真的扔不了，你再加一点嘛。这个菜你看，我请你吃宵夜嘛，在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这个家真的扔不了，太低了。十万，哎，不能多了，行不行？十万。啊，考虑考虑，加宵夜，小龙虾，火腿肠，随便去。啊，十万。嗯。哎，扔吧。对嘛。又加了。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大美的。对。30万的给你。这个没开窗啊，大美什么情况？这个两个你看嘛，一模一样的嘞。一模一样，我知道皮跟那个差不多，但是、啊、一模一样的嘞。但是表现不一样了，那个是有春有彩，这个都其实只是玩个雾层玩内化。这样子你看嘛，这样子就喂了，你看嘛。1500块。欧玛嘞。不要欧玛嘞了，你不是要给我漏的吗？你是最好讲话的，大美。欧玛嘞，给他是10万，你给我是遗产物，疯掉了。没有吧，那品质不一样的，大美好说话是不是？行不行？对，没太好嘞。不行，再加一点。再加一点，那就2000。消费量那么突，你那谁背不来？啥？行不行？你知道吗？小美，你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，你看小美，瞧不起了。小美，你看，现在小美又爽快了，你又不爽快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啊！来，这个呢？这个3万8。3万8。哎呀，你看这么低毛做个牌子的东西，是吧？带点蓝底中，也不是很高。你看，没被他偷的嘞。你是比很高，是吧？我就说图他起牌子稳。1500，这个比这个小多了。这个你超物呢？嗯。再加一点吗？可以了，3万块。买。OK， 那就这样了啊。来，小美，今天你非常的大气。你超物点，超物太低了。那品质不一样了，咱俩下次你找点好品质的，我专门叨叨给你，好吧？包有价的，行，给你们今天拿。